猎豹突击队，兵中之王的圣地，我唯一的目标。梦想很伟大。是，把人释放了，除非你们走。燕破月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，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猎豹的一把利剑。但是作为利剑，就必须经历更加严格的淬炼。走，孩子们。我就是要让他体会战友的珍贵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真正的成长。从容面对，才能真正的勇敢。保证中国公民的安全，是我们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中国公民在边境遭如此恶劣的袭击，是中国政府绝不能容忍的。这一次可不是演习。是。走。上级批准，决定委派猎豹突击队和禁毒总队联手出击。出发。是。